中国女篮2023年最解气的一战没有之一，最后啊，居然将日本女篮给打哭了。这场比赛呢是大运会的现场啊，中国女篮和日本队最后的较量。来了第四节之后呢，比分是80-75，领先到5分。我的红色的队服啊是咱们中国女篮，白色队服是日本队。我们看到韩旭在场上啊，找你一传球，传到篮下，漂亮，韩旭走了，漂亮，快速上篮得分，继续领先。这场球打的还是很精彩的。好，回来对防了三分线，对，漂亮，防出去，直接投了三分球，好球不中，把球传出来。那上来要球啊，对，这球传不动，看来要单打啊，还是韩旭1-3。好的，韩旭篮下怎么投都有，很精彩啊！那现场的球迷都在录像啊。好，传起来。哎呦，对方强突，空位三分球，这三分球打中了，感觉没有防守啊，对方在庆祝嘛，这是。很开心高兴感觉。挡拆，赶紧传球，对。好，救回来，韩旭，没有人下呀，没有人去篮下，韩旭一个人支撑着，韩旭造一个犯规，没有人过来要球啊，这是关键。咱们这边换人了，啊，咱们看到许立民教练也在啊。韩旭没有投三分，对，赶紧传球。好，韩旭要球到篮下，哎，给了，对，反手造一个犯规。发球了啊，看一下怎么能发球。啊，手发不中，再来一个。稳一手，对，稳住，没有，韩旭抢篮板，好，三分球，漂亮，张静一这个三分球太解气了。嗯，传出来，哎，回手，韩旭盖帽没盖上，嗯，强推起来，好，上来要球，球被断掉了，韩旭赶紧，好球，啊，速度快，球吹哨了，嗯，换人，咱们这边，对，防到三分线，好，韩旭盖帽，赶紧推起来。转换一下，上来要球，哟，这个球给大了啊！说实话，有这个拉人犯规的这个动作，裁判是直接吹哨了。啊，咱们这边继续换人，哟呵，对方有这个大动作啊！要三分球空位，啊，打进了，83-87，还差4分，这可不行啊！对方防得很紧，嗯，到篮下咱们的这个锋线，哎，好球，这球打得不错，配合到家了，外线三分球，现在86-89，还差3分。对方在庆祝，把球发出来，哎，这球失误了，差一点点，我的天哪！这过来接应，对方是加强了这个前场的防守，对方一鼓作气想要将比分追回来，咱们不同意，韩旭要求，
投了三分不中，继续抢篮板，再来三分球，看有没有。韩旭这球打不了啊，这球空位三分球啊，再出手。哇，对方这个对抗性很强，累坏了。咱们主教练，这是当时的主教练啊。对方把球发出来，86-89，不到三分钟的时间，对方突到篮下，还有盖帽，好球，拿到球，哎，给他掩护一下，掩护一下，推过中场，来人要球，对，解围，再来张景一传给韩旭，还手，强打不中，抢篮板，韩旭抢下来。好的，空位上篮继续得分，91分，领先到5分了。这球没有吹阻挡犯规，超远三分球，我的天哪，超远三分球啊！这个三分球质量太高了，我的天哪，89-91，还差2分就被对方追上了，不到2分钟的时间，看一下。好，韩旭要到球。运一步球，再给张景一超远三分球打进了，哇！球迷真的是沸腾起来了，81-94，裁判又吹哨了，看看给谁的犯规。1分36秒，日本队换人了。给到张静怡特写镜头，张静怡挺胖乎啊，挺喜庆啊，长得。对，防起来，跟防哦，对方挡拆力量太大了，又空位三分球了。好，韩旭抢篮板，过来这个解围啊，来要球，看谁来要球，强推篮下上篮。啊，这球打进了！啊，球迷都沸腾起来了。推到篮下，哎，进了这个球。好，2+1到手。再给一个罚球。太开心高兴了，这是关键。宋可欣自己拿下19分，张静怡也是19分。哇，比韩旭矮这么多，到不了韩旭的肩膀头，我的天哪！好球，2+1，97分，最后的60秒。对方肯定是还要投三分球，肯定是要打三分啊。那三分球，哎，上去了，好球，张静怡抢下篮板。赶紧过半场得。好，裁判吹对方的犯规。看裁判这个球怎么给。日本队继续换人，48秒，张静怡发球，好的，首发命中啊，还有一个，很开心高兴。好球，两发都有了，对，持续的跟防，还是投三分球，感觉还是找三分，到篮下这球没有意义。91-99，还差8分，30秒的时间。对，不投了，转起来，韩旭，韩旭
差一点就把球给扔出去啊。好，最后的时刻，时间到了，跳投一个，哎，抢下篮板球。好，比赛的时间到了，91-99，恭喜中国女篮获胜。很开心高兴啊啊！那天啊，大家对这场比赛怎么看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每天更新精彩赛事，下期再见。